花流星，是自信点感应，让我把全世界都记忆，给你拥抱的地心引力，花蝴蝶万人迷，偷心最佳上帝，当你闯进我的世界里，茉莉的花我被你引走我的心，这荷尔蒙的秘密是骚动的两颗心，别拿害羞的太阳学指引，放开眼前的刘海遇见你，随着浪漫关系沉迷，柠檬百香果，最酸就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的十二期生朱一宁。可能刚出道，大家对我还不是太熟悉，那么我就和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颗爱冒险的小青柠，他梦想着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闪闪发光的，是光鲜亮丽的，是他一直想去却又不敢去的地方。某天，他突然下定决心，开启了旅途。一路上，他经历了很多磨难，有不开心，有失望，有难过，有灰心，但同样的，他也结识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，朋友们会鼓励他，帮助他，小青柠努力地走了下去，他慢慢地成长起来，他经历了很多从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。到此，小青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仍在继续。我也和小青柠一样，小青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，也是为了梦想可以努力奋斗不懈追求的人。出道以来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，站在舞台上的感觉，粉丝们的关心，朋友们的支持，都是我无限的动力。很高兴参加这次的年度青春盛典，虽然我是新人，但是我也有着不小的目标，那就是拿到今年的年度最佳新人奖。这个奖对于刚出道的我来说可能有些遥远，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，可以达到那些更多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。以上就是我的宣言，谢谢大家。青春十载，星光闪耀，2023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BJ48 朱一宁，我的星光是年度最佳新人奖，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